Hello，大家好，我张艺兴。哎，很抱歉以这样的形象跟大家见面啊。今天我主要跟大家来聊一下这张专辑。这张专辑用了很多心血，可以说是聚人力、物力、财力为一身啊。导演、编曲、作曲、作词，整体专辑的音乐总监啊，到 recording director 和混音 master。就全部参与的一张专辑啊，到这包括专辑的整体设计啊，包括专辑的整体概念的设计啊，宣传计划的一些制定啊，当然我当然也有很多帮助我的小伙伴们，但是全部参与，可以说是用大约120%的热情啊来做这张专辑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哈哈。哎，很抱歉啊，我又以这样的形象跟大家见面了。第二个我话题跟大家聊一下舞蹈。哎，对，大家可能知道我对于舞蹈就是比较在行吧，这样说有点不大谦虚啊，就是说在舞蹈方面还是比较出众啊，不是，就是说在舞蹈方面还行啊，还行啊，那所以就是对这次专辑的舞蹈也是非常花功夫，从编舞方面来说，虽然自己没有参与编舞，但是会积极的给予这个编舞老师一些意见，让这个舞蹈有重读性。哎，大家看到 music video 的朋友们肯定可以感受到这个舞蹈性的重读性在哪儿。老少皆宜，哎，对，这就是赋予我舞蹈的一个定义，老少皆宜啊，全家欢聚啊，是我的舞蹈部分，哎，等一下，哎，不好意思，要以这样的形象跟大家见面，哎，也有点悲哀啊，不过没关系啊，化悲哀为动力的跟大家聊一下这张专辑的整个宣传的概念跟这个整体概念的设计啊，是一只羊，是一只很厉害的中国羊。哈哈哈，包括在歌曲啊，歌曲的整体的风格是 hip hop，那 hip hop 的风格就肯定是要有，很有意思的元素在里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这张专辑啊，喜爱这张专辑，忘记我这张脸。